根据你的情况，要消除案底是没有问题的，不过我无法向你保证时间。可是我的签证快到期了，所以我需要尽快申请绿卡。肖先生，我是律师，不是上帝，很多事情不是我能控制的，比如起诉你的人现在已经联系不到了。你知道吗，即便是联系上了，对方是否愿意跟你和解，我现在也无法预计。这些我们都知道，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需要花多少钱？首先我会为肖先生提出上诉，然后等待法院的排期。我会继续寻找声称被肖先生打伤的原告人，如果他本人愿意配合，那么事情会顺利很多。可如果他不配合，那么就得花时间与他沟通，没准他会改变态度的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先别说了，你说了这么多，你除了等待好像别的你不会了呀。确实如此，想要消除案底，顺利的申请绿卡，你们需要准备的不光是钱，还需要有足够的耐心。那你是怎么收费的？一小时200美元，按小时收费。什么？200一小时？你这不抢钱呢吗？你那个，咱两个聊多长时间了？有个10分钟了吧。行行行，你听我说啊，刚才我们聊了10分钟，多少钱？按照规定，如果不满一小时，按照一小时收费。不过是在正式签约后才开始计时，现在属于签约前的免费咨询，你没有签约的意愿吗？想想真是太不公平了，我吃多少苦受多少累，我才能赚几百美元啊？这律师轻松，哎，上下嘴皮子一碰，一小时200，哼！我这绿卡是悬了，收费也太贵了。走吧，回去想想别的办法呗。Hey friend, you wanna hit me? Really? OK, 这条路给你，我不走了。啊！哎，就是他。报应了，嘿！啊！就是报应了。哎，别着急，让他趴着，他享受一会儿。哎，算算算，别在死我们手上。That's what your friend left for you. You can use it when you get out of bed. My friend.Okay, thank you. You're welcome. Just 准备这么走啊？那又怎么样啊？他给你弄这么惨，咱得趁这个机会让他把案底给你消了呀。你看人都伤成那样了，现在去谈效果也不好。让人缓缓吧，缓缓，缓缓，人都跑了还缓缓？然后是什么呀？瞧他伤那样，这一两天出不了院，明天再来行不行？让人缓缓。不是你图什么呀？你在美国当活雷锋啊？我不管，反正我就守在这儿啊！你要走你自己走，你要走。Hey, wait a second. I know why you're looking for me. I can help you. Are you sure? See you tomorrow at the courthouse. But I want to return the money I got from you.有猫腻儿，不科学，绝对不科学。我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这就是好人有好报。走啊走啊走，成了，行了，走。
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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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拿着。拿着，这当初我答应你的，你是不是嫌钱少？我李十一做生意一口唾沫一个钉，这事儿我不是冲钱去的啊，我冲我自己，我也冲你。那你就是觉得我的支票烫手呗？我觉得咱两个好歹也是朋友关系吧，这钱我要是从你手上拿了，我就觉得咱俩的关系变味儿了。在美国，我们改变的还少吗？拿着吧，我知道你需要钱。Anyone home? Mr. Ford? Mr. Ford?还是今天宴会的主角，大家欢聚在一起，是为了分享你的三份喜悦。我想今晚一定会是一个难忘的夜晚。三个好消息。是的，是的。首先恭喜你顺利的从格林大学毕业，因为你太忙了，所以我们保留了所有的祝福，现在一起献给你。谁叫你那时候忙得连论文答辩都是来去匆匆呢？就像流星一样划过教室，精彩而又那么的短暂。对不起，我太忙了，我当时真在赶时间。没事，我理解。正因为你争分夺秒，你才能顺利的入职，获得了理想的工作。怀特告诉我，他非常想录用你。基于你的毕业论文研发的资料搜索系统，现在已经通过了5轮测试，最晚年底就可以正式面试并投入使用，这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。福特老师，这一切多亏了你。你先别急着感谢，这第三个好消息就是，法院通知了我们，已经正式消除了你的案底记录，你终于排除了取得绿卡的所有障碍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你就可以以一个美国公民的身份，长久地留在这片土地上了。衷心地送上我所有的祝福。在我们国家有一句老话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你就像我的父亲一样。生日快乐，福特老师。干杯！干杯！味道不错，这酒是你自己挑的吗？对。肖，你活得越来越像一个美国人了，该不会是怀特教你的吧？看来离开格林大学之后，你又找到新的老师了。对，他在教我怎么面对公司里的竞争。不用担心，你是我这几年见过的，把企图心和执行力结合得最好的年轻人，
继续保持这种工作状态，怀特会给你一个好前程，前提是跟他目标一致。我会注意这些，我一定会做得更好。希望你和怀特的蜜月期能一直保持下去。真心感谢你，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嗯。福特先生，能过来一下吗？我们为您准备了一个惊喜。惊喜？告诉我就不是惊喜了。怎么着？今晚的大手续忙完了没？什么事儿啊？出来。聊聊去。艾薇离婚了。手续办好了，人搬走了，房子也找好了。这么突然？不突然啊，我觉得这是注定的呀。不可能真有人认为他和赵瑶能白头到老吧？不过赵可能会这么认为，反正他头发已经白了一大半了。那艾薇呢？人家离这头发白起码还要个二三十年了吧。我上回见艾薇，他还说自己过得挺好的。好个爸爸他好，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要面子，把面子看得比命还重要。你觉得他有可能跟你说啊，小湛，我后悔了，我过得一点都不好，可能吗？那这事儿还真是挺草率的。嗯，当时他们结婚就很草率啊。那男能那么爽快答应离婚吗？当初用那么多手段才……就以他的为人，你觉得他能轻易放过艾薇吗？这你不用操心啊。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啊，是让你担心你该担心的事儿。我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？That's not a question. 哎，向东。小青。Sorry。你有看见肖战吗？战哥。他刚才在那边和 Mr. Ford 讲话。啊？我刚从那边过来，我没看见他呀。是吗？你找战哥有事吗？也不是，我就是觉得他今天好像一直躲着我，老看不到他。躲着你？我觉得他不会这样的吧。战哥最近很忙啊，你刚才不是听 Mr. Ford 说他最近在做一个很大的 project 吗？可能也是吧。我就是觉得小青这姑娘真挺好，人家眼巴巴瞅着你瞅了有一段时间了，你好歹给人家个态度，别到时候艾薇再牵扯进来，你就歇菜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跟艾薇之间什么牵扯都没有，不管她离不离婚，我跟她以后只能是朋友。这么坚决呢？那小青是把你给……我这么问你吧，如果两个人将来注定要分开，你觉得现在有在一起的必要吗？没必要。消耗自己，浪费时间，主要是对人家也不负责任啊。是啊，可不是不能耽误人家吗？跟你纠结了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哎呀，连你都纠结成这个样子，看来情情爱爱这些东西还真是不能碰。亏着我李十一大彻大悟了，早男女之道那事儿，说白了就是自己和自己玩呢，就感觉像喝了几斤白酒，头一晕。以为人家喜欢我呢，哎呀，我自己旁边乐了，和个大傻子似的，回头咵嚓一盆冷水给你泼头上。对不起，我对你没有那个意思。就算是我喜欢人家，人家也喜欢我，那也不靠谱。这回头啊，两个人好上了，黏糊在一块了，这女的就像那八爪鱼似的，啪，糊你脸上，让你气儿都喘不过来。你要不跑的话，你趁早就被憋死了。说的都是什么呀？整个一自暴自弃。我自暴了，我就自弃了，我怎么了？我现在算是看得清清楚楚，这个世界上什么最靠谱？钱最靠谱，是多是少，是赚是赔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从今天开始，除了钱和能赚上钱的事业，别的我一概不 care。什么爱情不爱情，love不love的，我两者我皆可抛。受到感染了吗？十一哥啊，你看见肖战了吗？
咱俩这么长时间没见了，你也不好好跟我说两句话，张口闭口肖战了，你把我放哪儿啊？好歹咱俩现在是革命友谊嘛，啊？啊，那你最近好吗？特别好，而且我特别忙，我最近。啊，在忙什么呀？大事，好事，正经事儿。我跟你说啊，肖战去哪儿了？肖战，我刚才和他聊天呢，聊着聊着人就不见了，可能喝大吐去了，让他吹吹风清醒一点。他喝多了，喝怎么能吹风呀？喝多倒是没喝多，但是头有点晕。这个人在头晕的时候啊，就是吹吹风，没准就能清醒。不是不是，喝多了不能吹风的，一旦吹风，他身体就会停止排汗，毛细血管收缩，这个酒精代谢程度会更慢，那更加清醒不了呀。哎呀，不能吹风的。可怜丫头。Yeah, sure. By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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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nk you for coming. Thank you very much. By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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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i. Thanks for coming. Okay. Glad you came. Thank you. 希望你今晚过得愉快。我真的真的非常开心。再见吧。那个女孩整晚都在等你，赶快去找她吧。快去吧，孩子。爱情来了就不要犹豫。你只需要准备一颗真心和一份勇气，其他的什么都不用在意。好像没那么简单，我还没想好该怎么做。每次一想起这件事儿，我都觉得头都大了。好了，我的孩子，培根早就说过，就是神在爱情中也难以保持聪明。去吧，我的学生可从来不会让女士久等的。晚安。谢谢，谢谢。再见。晚安。再见。这晚还不回去啊？我在这儿等你，有几句话想问你。你问。你为什么今天晚上一直躲着我？今天有吗？啊，不对，准确的说，这段时间你为什么都一直躲着我？没有，我最近这份新工作，你知道我的老板是个什么样的人吗？每天能工作十七八个小时。然后除去工作时间，除去睡觉时间，剩下时间，他都在思考。所以是因为太忙了。对啊。没有别的事情，也没有什么心事，对吧？没有啊，你别胡思乱想了。好吧，那可能是我想多了。哎，对了，你真没打算在美国生活啊？我现在不就在美国生活吗？我是说，以后在美国安个家。你看，中国有一个家，美国有一个家，两个家。安家呀？我其实这么想的，因为，我如果是我自己呢，其实我的家安在哪儿都无所谓啊。但我不是我自己啊，我现在有我的中医药。有我的益母草啊，而且我是因为他们才来美国学习的。我也希望以后呢，我能因为他们在取得成就以后带回到中国去。如果没有他们，我就不是周小青了呀。这是我的梦想，我不能放弃中草药萃取技术嘛。所以最终我的家应该安在中国吧。嗯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问题。啊。明天你怎么去啊？你是跟建国他们一起去，还是跟我一起去啊？去哪儿啊？艾薇家啊，艾薇的新家。艾薇不是离婚了吗？她让苏丽娟来跟我说，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，一起去帮她搬家。你去吗？我跟你一起去。好吧。那，你送我回去吗？上前面等车吧。Thank you.
你看看人家这房子多气派，独门独户，这才叫乔迁新居嘛。你什么时候回国买房？你就别笑话我了，我先把明儿的饭钱落实了再说吧。哎，说真的，你俩要不要回国看看？我一个姑妈辞了铁饭碗做服装生意，没几年就回家盖小楼了，跟这儿的别墅差不多。你们知道艾薇这次离婚分了多少钱吗？我那天在食堂吃饭的时候，好像听说分了3000万。哎，我怎么好像听说分了5000万呀？是吗？行了行了行了，你们都不知道。我一哥们儿就在舅那儿打工，人跟我说了，舅就是个守财奴，顶多就分了艾薇这个。那你甭管多少钱吧，起码在美国你不愁吃喝了吧？我觉得艾薇这婚呢，结得值，离得更值。行了行了行了啊，咱呀也别太赤裸裸的拜金了。不能什么事都冲前看，咱跟艾薇是朋友吧？那你说咱来看他，还图什么值不值啊？行了，走吧。建国这正直课还上了纽约来了，咱们几个搁这讨论这干嘛？你们说战哥今天会来吗？肖战啊？啊，不知道哎。今天辛苦大家了，冰箱里我冰好了可乐，还切了水果，你们要吃什么你自己拿啊。好嘞。哎，那个，把可乐弄得冰点儿，我也要一块冰的。艾薇，哎，你一个人住这么大房子，晚上不害怕吗？哎，这已经是这最小的户型了，这户型最小。哎，想想你之前在你姑妈家住的小房间，你再看看现在，换了人间呢。哎，肖战呢？他怎么还没来啊？通知他了没啊？我通知了，我告诉小青了，小青知道了，肖战肯定也就知道了。什么叫小青知道了，肖战就知道了？他俩在一起了？嗯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你看我这话说的，我的意思就是他们俩吧，平常见面机会比较多，肯定会把我话带到的，放心吧啊。他俩生活中应该没什么交集吧？会经常见面吗？这不是肖战前一段混得特惨吗？啊，这小青呀，没事就过去帮帮忙。哎，那话怎么说来着啊？朋友之间就应该雪中送炭，咱总不能雪上加霜，对对对对对。Hello， 我们来了。小青，哎，来了来了。瞧，别墅，人家这是啊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呦，你们给爱护的呀。站住，马上给我。你们都打扫完了吗？你这么晚才来，我跟你说，脏活累活我们四个全干完了，一会儿自罚3杯。你是不是就不想干活啊？没有，我们俩去买礼物了。弄这么半天才来。恭喜啊，艾薇，乔迁之喜。这是给你买的礼物，希望你喜欢。哎，对，你这是。哎，这是。哎，给我这么多啊。这是你俩一块买的？哎，你这盒是，这不是送了双鞋吧？你俩谁会送鞋？谁会送鞋呀？你怎么说话的，建国？送的啥都是谁都是你送的。哎，这怎么里头还一盒？你再打开还有呢。你们送人家盒啊？你。谢谢谢谢大家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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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嗯，我说今天啊，真是太感谢大家了，一大早就过来帮我收拾，主要今天太仓促了，家里也没有安顿好，改天我一定请酒店的主厨过来，好好给大家做一顿好吃的。那感情好，不用不用，这就挺好，我们平时都吃不起这么贵的牛排，出息。嗯，你要喜欢，随时可以过来，我现在很会做牛排的。那赶紧好啊！我报名啊，我也来啊。好，艾薇，你可真别跟他说那客气话。向东这人你还不知道，天天顺着杆往上爬。你跟他这么说啊，他准当真，没事天天来蹭吃蹭喝的，改天再把你冰箱给吃空了。刘红，你说这话我怎么这么不爱听啊？什么叫我平时就蹭吃蹭喝的？你的生活费平时要比我多出100多刀呢，从来也没见你请我吃过饭。你怎么不请我？你呀，就是抠。来抠抠，行了，哎，吃吧。你俩怎么还跟以前一样啊？这么爱斗嘴。哎，我说真的，我倒是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天天来我家吃吃喝喝，这样我才高兴呢。只要有吃，我住地上都行，真的。好，哎，薇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现在有钱也不能乱花，你现在单身一个人，钱来的也不容易，对吧？那个，咱刚才就干了一个，是不是？啊。哎，那个，我提议啊，艾薇住这么好这一大房子，咱连干6，行不行？行，来来来，
我陪你。靠谱。小青啊，我记得你以前是不爱戴首饰的，那项链哪买的？挺好看的。哎，你还真别说，这我送的。战哥这眼光真好啊！对对，是吧？我一看就是你的风格。哎，你们发现没有啊？小青戴上这项链啊，特漂亮，尤其是这几年多成熟啊，多好看啊！记不记得她刚到美国的时候？哎，那个小女孩那个样，我当时就琢磨了，谁家那小女孩啊？啊，这是上美国找父母寻亲去了呀？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就人家学问做的最大，是不是？就是，小青那时候看着就跟孩子似的，现在都长这么大了。哎哎哎，我听这话怎么搞得你们俩好像是人小青的父母似的啊？给洋钱吗？啊，搞得你们占小青的便宜似的。没有没有，这个不算占便宜啊，我还要感谢大家呢。你别傻了，还敬他们呀？这哥几个就顺着杆给自己抬辈分的。我跟你说，打今儿起啊，逢年过节挨个问他们要红包，给少了还不成？主料是他俩。哎，别，小青，你看是这样啊，这个辈儿可以涨，叫叔叔叫大爷，我们绝对没意见。但红包没有，穷啊！穷啊！别光我喝酒，我不参加。我替小青盯着呢。那你替他喝一碗啊。我才不会干呢！哎呦，我又干了，我又干了，这少有点意思。没事。喝的怎么样？可以可以。还得感谢艾薇家的酒啊。嗯。说好了，回头再来啊。哎，还得这酒啊。没问题，我管够啊。行了，艾薇，你不用送了，下面我们知道路了。行。啊，回去吧。咱们几个人里边啊，也就肖战会弹钢琴，能帮我调调音。放心啊，用不了多长时间。是，我们也确实五音不全，是不是？我们也不会啊。好，拜拜。拜拜拜拜拜拜。行，我们走了。好，拜拜。现在酒量可以。拉。我的天！我跟你说没感觉，知道吧？你又没感觉，没什么。哎，你说刚才那个还挺好吃的。是啊，挺好。艾薇家有房子，嗯，也挺好，独门独栋多好，挺好。孙彦国，你是不是又喝多了？我没喝，没有。他呀，喝点就多，就是俩人都刹不住的。好吃。哎，建国，你回头找一下这款酒啊，我觉得还挺好喝的。找这款酒？你们先回去吧。行。嗯，你怎么了，小青？我想回去看看。你回去干嘛呀？青啊，有些事儿呢，大家伙心里也都清楚。你说艾薇和肖战这关系，有些是你知道的，有些是你不知道的，对吧？毕竟你来美国比较晚，今天让他俩先把话说清楚，甭管结局如何，对你都有好处。走，咱今儿先回去啊，走。哎，青，随他去吧，他跟肖战这关系具体咱也说不清，走吧。哎，你们说战哥和艾薇还有戏吗？行了，别八卦了。没问题啊，音都是准的。那我就先走了。肖战，你怎么变了这么多？我没变啊。要是以前，你明知道我拿钢琴当借口，你肯定当面就说出来了，而不会像现在这样，还一本正经的帮我调音。以前我会直接说出来，那是因为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可是现在我真的不知道，你这钢琴有没有坏。肖战，我没有变。我对你的爱，我从来都没有变过。我知道我嫁给周，我伤害了你，我对不起你，我都知道了。我不想再去说以前的那些事情。但是，我真的是迫不得已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没有任何怪你的意思，你也不用觉得对我有什么愧疚。我们以后还可以做好朋友啊，就像我跟老孙、向东、苏丽娟、刘卫红他们一样。你为什么不说跟小青一样？你在我心里一直都是
一个很直接的人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小心他到底用了什么办法，把我们的北京小炮爷肖战变得这么黏黏糊糊的。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成长的好吗？我也需要成长。你结婚的这段时间，所有人的生活都在继续，你没有影响任何人，所以你真的不用觉得有任何愧疚。你这房子多漂亮啊！你刚搬进来，还有很多地儿需要收拾，你赶紧先忙吧。有什么问题，这方面的你随时找我，好吗？我先走了。肖战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艾薇，我不想把很多话说得太过明白，你知道我的个性，我怕那样会破坏我们之间的友情。我知道，我就说一句，说完让你走。你说吧。就算你改变了，也没有关系。我会让你重新回到我身边的。我说完了。你回来了？怎么了你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到底怎么了？是 Marion 又给你什么研究数据，让你压力太大了吗？不对啊。但是自己很正常啊，下一个不正常的就是我。啊？哎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啊？我这是在生气，生气这么明显，你看不出来吗？生气？谁有这么大能耐能让我们赵小青生气？我今天看到了我最不想看到的那一幕，这感觉像什么？就像看电视一样，他就算卡在那一幕了，他怎么都过不去，怎么都过不去了，他怎么办啊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我怎么一句都没听懂啊？什么？哎，你是不是压力太大，然后出现幻觉了？不，那绝对不是幻觉，是我亲眼看到的，我亲眼看到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到底亲眼看到什么了嘛？怎么了呀？他们两个说话的时候挨得特别特别的近，脸就已经挨在一起了，就差嘴了。赵小青，恭喜你，你谈恋爱了。什么呀？我自己跟自己谈恋爱啊？
根据我多年的研究，你现在的种种情况呢，是一种病症，它叫吃醋，有一点嫉妒，又有一点羡慕，而且还有一种酸酸的感觉呀。赵小青，那你就是谈恋爱了。赵小青，你谈恋爱，你居然会谈恋爱，你是个正常的女孩耶。喂，春姐，我现在很难过，你怎么这么高兴啊？我当然高兴啊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爸爸这样，我帮你分析一下吧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先告诉我啊，这个艾比，你的对手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漂亮、大方，又很会演戏，会唱歌，还会很会照顾人，会做牛排。而肖战最喜欢的就是牛排，这些我都不会。那基本上，你就是癌症晚期，没救。而且你听我说呀，艾薇她这个癌症细胞，她还特别有钱。那更好，放弃治疗好了。但是，她离婚了。那就更完蛋了。为什么？男人通常都喜欢成熟有情调的女人，你没有。那你的意思，我先找个人结婚再离婚，肖战才有可能喜欢我吗？赵青，你是有病吧？你说的那个跟我说是一回事吗？我说，哎呦，就你现在的智商跟情商，你根本没得比好吗？啊，好了，其实我觉得有一个人应该可以救得了你。谁啊？ Marian。 别逗了，玛丽安老师现在还单身呢，你让我去找她，我学她，这怎么可能嘛？我也单身一辈子算了。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啊？我说的是 Marian 的学生 Monica。 Monica？ 嗯， Monica 倒是还可以哦。 Monica 是 Marian 手下唯一一个可以正常谈恋爱的人好吗？她当然可以救你。可是我之前跟 Monica 的关系，我跟他开口多难为情啊。算了，我还是跟艾薇拼个你死我活算了。嗯。干嘛？ There is a girl named AV, just call you now. 看来你不用去找她，你的癌细胞主动找上门了。恭喜你，我最优秀的小伙子，成功属于你们。Bravo！ Thank you, Mr. White。多亏了你，肖战。这样我们就可以提前一个月启动搜索引擎了，这对于抢占市场有决定性的优势。我再努努力，也许可以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。是吗？那么乔治公司的死期就在你的手里了。我们的搜索产品一经推出，他的那些技术和产品统统会被扫进垃圾堆了。啊，怎么办呢？我现在好像有点同情他了。适者生存嘛，这是商场的法则。是的，战，我会任命你为整个项目的负责人。谢谢你的信任。不用谢我，你的所有努力应该得到回报。现在你该拥有和负责人身份相匹配的东西了。
恭喜你，干杯。谢谢。啊，真是麻烦你了，还特地从学校来跑一趟，没耽误你上课吧？没关系的，今天反正也没课，实验室里面有同学盯着呢。那就好。哎，喝什么？我给你拿水去啊。你不用客气啊。你要喝可乐还是喝水啊？我随便，什么都行。现在收拾完好漂亮呀。我给你拿冰可乐啊。那个，我能从哪儿开始帮你吗？哎，来来来，先喝水，先喝水，喝这个。啊哦，谢谢。不够还有啊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怎么的？哎呀，没事，你别管，我自己弄就行。来来，快起来，你听我的，来。哦，那个，你要从哪儿开始收拾？咱们开始吧。哦，对，嗨，你看我没事买一个白色的沙发，特别容易脏，没办法，只好又专门订了一个沙发罩，就想麻烦你先帮我把这沙发罩罩了，好不好？哦，啊，好，没问题，来。时光之